据该名偷渡客指称，因为向往台湾的自由民主，而从福建省实施制驾驶橡皮艇，利用深夜在台东港外海船舶艇攀爬上岸。但是上岸没多久，就遭警方人员查获。投奔台湾的自由。你想说来了再说啦，来了就看怎么办啊，庇护所那种的，对吧？我就是来找庇护，找庇护的。你那边有没有换什么案件？没有，你没有说杀人，你看不出啊，都没有啊，没有。鲜的鲜哦，两个字而已，就两个。什么鲜？他几年制的？1988。1988还是88？1988。1988几月几啊？3月23日。农历的啊，国历的。你要不国历啊？对接获民众报案，于5月1日凌晨，会同海巡署中部分署第3分巡队、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。共同查获大陆籍周姓偷渡客一名，据该名偷渡客指称，因为向往台湾的自由民主，而从福建省实施制驾驶橡皮艇，利用深夜在台东港外海船舶艇攀爬上岸。但是上岸没多久，就遭警方人员查获。那实施防疫期间呢，侦办人员也不敢大意，除了立即为嫌犯穿着全套的防护衣之外，并且通报防疫人员到场量测体温，初步发现他的体温正常，而且没有咳嗽发烧的现象。那全案经检察官以视讯方式复讯以后，嫌犯目前由海巡署中部分署实施隔离中。